第39题，将碳酸氢钠 NaHCO3 加热分解，依据道尔顿的原子说，其生成物不可能是下列哪一种？我们并不需要去背碳酸氢钠 NaHCO3 的分解的方程式，我们可以根据道尔顿的原子说，道尔顿的原子说告诉我们，发生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。碳酸氢钠 NaHCO3 里面有钠、有氢、有碳、有氧，所以分解产物就可以有钠、可以有氢、可以有碳、可以有氧，所以 A 是有可能的，C 也是有可能的，猪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碳酸氢钠里面并没有氯，所以它并不会有产生氯化钠，因为它不会有氯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，其生成物不可能是下列哪一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,NaCl, 因为碳酸氢钠里面并没有氯原子，所以它的反应的产物里面也不会有氯原子。